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你要不来拍赛吧？平常怎样？相信有在看白同学节目就知道了。这个就是那个东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，他赞助白同学的这个黑的啥试用品。我们今天要来弄我们这个信昌哥这一台 CLS 350哦，他这个前面我在采访的时候发现他车头灯已经泛黄了，我们今天要来测试看看他这个有标榜抗 UV 的大灯研磨剂，看到底有没有用。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实验去咯。姐，来，我们先来看他那个泛黄程度。那个啥，信昌同学这一台他泛黄程度的话看起来是还好，我以外靠那个啥一抗 UV 的一挂一种涂层，哦，他这个刚好掉完没有多久，我尽量拍清楚，就是这个。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抛掉哦，另外一边也是。然后新昌同学出声啊，姐，但呢我会自己操作一颗，按，啊，你这一颗你就自己操作看看。好啊。好啊，基本上我们今天不用机器抛，因为它上面是用手下去抛，我们用手下去抛，你起来才会好算。我的同学呢，买灯的气焰才知影，因为抛光不是每个人都有哦，像这个哦，这边比较没有那严重，交给你啊。好。啊，这边较困难，我来用。哦，这个所在，哦，它比较明显。啊，这个电镀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顺便测试看看。意外经验，那个是都通用的。好，没开始干，惊啊！小可啊，唔免惊。好，开始了。来看一下，这 FIAMINGO， 这唔知边个念，它就是有那个提供一系列产品给我了。哦，阿姨家咧讲了啥？哦，产品特色，它最主要有看他说它产品的那个加那个抗 UV 的啦。就是以后用的时阵，较袂汉尼紧就去了龟裂了，对啊，哦，是安尼写啦。然后使用方法就是讲，用那个先把它清干净之后摇一摇，哦，先摇摇的。之后伊讲用布无，它就可以把它清洗干净了，吼，哦。好，来，这个东杰贸易有限公司，来，我们要开始来测试了。残酷舞台哦，好用就讲好用，歹用，好用歹用，看你就知啊。我也没有用过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它射一点点出来，看它是长成什么样子。它滴到头壳了。啊，米龙感快，哎呦，一只小夸有那个青色的感觉。嗯，来，然后抛光布的话，我自己啦，我分享我的技巧给你。一般比较粗的部分，你可以用一般家里的那个比较粗的布，就像那个砂纸研磨的概念，哦，然后最后再用这个一般。那个擦拭上线啊，在下蜡的那个不织布哦，这样子再弄。要，欸，不然你如果说直接用不织布来用这个哦，以这说研磨剂啊，啥小看者哦，大灯修复剂啊，你用上去的时候，它也一样应该是有那个抛光的动作，但是会比较慢。好，镜头固定好吧？来变魔术开始，先射一点出来。这个白龙血不跳接哦，安尼。才有真实性，因为我蛮捌生过这个产品啊。好，来开始，我们先从这边哦。看我遐加神奇啊，卖漏开，给你骗。哎，伊会翻烧呢，会翻烧有效哦。啊，因为白龙血，我不要用那个电动抛光的，安尼用起来较有迄个啥物真实性。来，我，哦，要是会烧。你看这边哦，这个你如果要真的要抛起来，要用那个机器下去抛会比较好抛，要不然用手的话，你可能会弄到去看有没有等你哦。你看有泛黄的东西已经开始跑起来了，来那个起者，但你另外一边没有温信昌来操作哦。这个白龙血是行小面积处理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等一下我们用那个快速的哦，整面的哦，来。我跟你挖出水，挖出水之后，你仔细看，我们现在是要看中间这边。我等一下要整面这样跟它做，来，一样，射上去，哦，射太多了，这个地方来，更加近的，对，挖倒手，没有跳接的哦。人我讲我之前无跳接，佮有去拍简体字的，甲讲哦，这个小子都在骗人。我且哦，我就没有跳接了，还骗人，骗你老母的骗人，欸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啊。啊，你唔看，莫看，底下你讲什么的骗人？
来，我拢无爱讲啊，哦，哎呦，我拢无爱讲，啊，等下咱要叫咱的信昌哥，我家己来倒眼迄边，你迄个啥，迄边算正手迄边啊，你也家己来操作看卖。好啊，好啊。但是吼、哦，用手动抛光也缺点啥，这个要戴起来要很久啦。这里拍，哇，你看泛黄都起来，对不对？一个这所在，这个地方，来，给我翘嘞，丢丢丢丢丢。咱这拼无要跳街啊？为什么不爱跳街？因为我要拖病啊！好来，换看这边哦。那也白龙雪，现在我也不能蹲太久，所以大概十分钟左右就把它完成。一这吼、哦，你等下你脱哦，你注意，很容易发热，发热代表抛光是有效的。有啊，你哦，足烧，足烧哦，哎、欸，很烫呢。好，大概先这样子哦。好，来到后边，来，我们现在换用这个抛光布，来，你这先帮我塞抛光布下去用。好，开始了哦。这我较早我那研究足久的，哦，你看抛光布在用的时候，它就是上面比较会残留那个白白的，黑的是啥？那是压给它起来会比较透亮。啊，所以你初步的时候，你看你要像我讲用迄、那个，嗯，用迄个较粗的布，因为等一下，昌哥他的爱车自己来这样琢磨一下。啊，所以在这个 DIY 布来用的话，它是一个重点。啊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用手工推的话，有一些会比较推不起来，你要推很多次。好，大概初步安尼，来看特写哦。我拢无爱讲啦。我都不爱讲，有差哦。有一挂，大概它至少去除大概六成啦。哦，来你先看一下哦，无给你骗哦。哦，圆圆的，哦这样子，再过来。啊，因为它这边本身没有比较那么严重，你等下来测试。哦，最主要是看这个地方。啊，简单讲啊，这个你就是要慢工出细活。你看你要推多久，把它推起来，时间越久，它慢慢用下去。好、哦，啊，这里改去，改去琢磨那个手感。我们要来残酷舞台了。这个电镀的部分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用。镜头降低，一镜到底一样。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通用。来，赶快接嘞。这个部分，白龙雪做干的用，因为很多药剂它是通用的。来，过来，你仔细看这边，镜头再下来，来，我唱歌你听好啊，一条歌陪我一直到大汉，因为咱要拖病，袂当唱伤，袂当伤废。我们要看这边到底有没有能力把它除起来，我是觉得应该是 OK 的啦。啊 ，OK， 起来电镀除蜡剂的变袂啊。啊，但是这里白龙学频道的价值啊 ，OK 无？我拢无爱讲。有哦、我拢无爱讲，所以信昌啊，即个专工对迄个啥洛港来找我，你真正赚到，我真正足羡慕你的。有熟识白同学，这大兵是要有造船才会水，对无？对，拢无跳这个哦。我来讲，有哦，你看，啊，你又搁用起来，月亮的脸偷偷的在。改变就是月亮的脸在改变，啊！你这样慢慢推之后，你当然你的操作的以此类推，你就知道了、嗯、有差了。来，另外那个抛光的，好，来，真的无那个刚刚无调嘞，好，做一层这个。所以很多东西白龙雪在用，我是觉得它都是通用的了。啊，所以免来讲。有的来参加这个残酷舞台，我你要心理准备啦。白龙学都会习惯把很多药剂、哦、用在不同位置，生活你看好来。副委卖讲，切了清气。来，我拢不爱讲话，你看，有无？有无？赞。有无？赞。有聊聊无？有。来，我跟你讲，那一眼你要开始的哦。后来直接开始，也是不跳街了。来，信昌啊，
来，你即马要先用倒个。我先。好，我先给你运送。你上遮好，遮看落较严重。啊，遮。嘿，好来，你过来这边。嘿，我安尼用。诶，我们要把它拍出很详细。好，你开始啊，我翕我下倒啊。我是没烧，你那个手感，你真正都烧哦，你要自己去控制那个感觉哦。你手会烧呢？系啊，你会感觉好像快要推不动的感觉啊！你一直夹塞，它就后来越好推，它那个就开始滑顺了。哎呦，好，无去啊呢？真的假的？系啊，无去啊呢？你搁加推，搁推，我是还搁刚刚小夸啊，你可以再把它推干净一点。因为我现在不能蹲，我要先站着，不跳进的啦，哎呀，这不要跳街啦，不差啦。好，然后换这所在，这所在才较明显，我迄较明显让看着。你就感觉烧的时阵，你倒去啊，用烧的时阵，它那个黄黄就是要慢慢啊加起来。伊这到底内底是啥物件，佫会烧呢？真正会烧，伊会烧啊。就奇怪啊，然后这边整片雾雾的，你这边大面积的把它抛光一下，你这是内底啊，我靠，好来，来大面积的哦，那你烧卡层配啊呢，那你烧卡层配，卡层配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臀部，安尼唔只会好看，所以我感觉吼，我都无钱好去请迄种迄个助理，好，你若讲助理安尼翕，有人在拍，运镜差很多，这边把它画圈圈。画圈圈啊！无我哪用个来做你的助理？妈，你我请袂起，你一个月赚十几万，我阿多。无啦，十几万。画圈圈，对。好，你这么较大面呢？好，你们不要拖太久。大面积这个抛光布，然后抛光一次之后，再用那个红色的来。继续。大面积，因为咱要结束啊，不跳镜的啦。大面积安尼切，嘿，安尼切，啊，甲出来济。对，真正有差啦！我拿局部翕，人可能画很无出来。我这样比较远远下去拍。啊，你袂啊？你再帮我测试者，因为他说是抗 UV， 抗 UV 就是你也讲佫寒，迄啥热天有无？他在晒那个太阳的时候，他比较不容易泛黄，他是这样讲。但是我也没有用过啦，人家刚好有免钱来帮试用。安尼就赚到。好来。那我跟你讲，你在抛这个卡层破要这样，爱死要紧，哇，师傅的手有差哦，有差。你去拿那个红色的布，后来，它这边比较明显，再推一下，好，红色的，来，把它射上去，爱光了啊，给你啊，后来，好，整面积，整个卡层破这样慢慢推，你要用力哦。你就是在模拟一种机器，你知道嗎？嘿，哦，然后它上面这个会白白那美术帕拉料，你要整个把它推干，但是要来验收啊、哦，足刺激的啦！我来讲啦，要拍的肉片啊，加简单，有差呢，差真侪呢，加简单，你继续，我咧固定镜头，我要来录镜子，所以你今仔来真正赚到，赚足多。这不是在变魔术，你知道？人家讲不要听那个人在放屁，来听看麦。后来我给你验收，因为他在擦那个手感不够用力，还有白白的，你就这样后来像打蜡一样。来，镜头过来一扫咧，咱要来验收啊！来，退哦，有差啦，我无咧骗你，自己去倒带看前面来。看一下，整个我是感觉上少超减六成啦。原本它那个泛黄的部分去掉六成，然后你其他再看啊，你看这中间这边哦，这一条、哦、跟这一条，这个我刚刚有擦过，是咪天差地？有差足侪，所以很多东西它是可以通用的。然后这边雾化比较严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惊到无？惊到。惊到吼，刚要加加50块，加100，来，白龙雪来做个结尾。龙雪，那白龙雪今天的一镜到底吼，跟这个信昌科用他的车来实验这个大灯泛黄，我们来用这个，哎啥，
东杰贸易有限公司代理的大灯修护剂，哦，希望对同学有帮助，请问要抓谁？你感觉有效哦？差足侪，有效。有效无效？我不用嘴讲，你看就知道。啊，因为刚好厂商大手笔提供一系列产品，帮同学就随性，哦，我也没有用过，第一次用给他看。至于它上面说有抗 UV， 到底能不能撑多久，我嘛唔知。信昌科医药脑方便。时间上考验的部分，你再来随时分享。好，节目最后记得那共对订阅白同学 DIY 教室。好，感谢你们，再见。